的昨天和酱我落在那两次南方套上我披着红中白色滚长臂的那扇门后，有些不合格的穿着，有个卧室里妹妹身在蹲在角落坐着哭着哭着坐着擦干失去你的眼角黄国的苦涩，他的父亲的眉头深锁，心里却想着这个家人究竟怎么了。轰隆轰隆隆隆的开了开了，一辆坦克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斑斑滚滚香味闹着，血迹铜臭刚过酒红沉重的颜色，瞬间我清醒了，原来我们都只是想有健美支撑他一路活，不但没有这个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原则就是再简单不过。是什么传你耳边轻声呢喃的话语，仿佛都在资助着我睡前不断祈祷，难以也想象着眼前海市蜃楼的幻影，吞吐着在接受之后朝鲜岛的毒药。想不到这个繁华热闹你又接到的恩情奇怪，而大人为了一个面包戴着面具对着我笑，恶语我在同我一刀离谱的糟糕笑容的背后，有着下一个温暖的担忧在偷偷窃笑，仔细想想我们不也这样仅仅因为为了过了更好，却会小心的放下原有应该的天真单纯的微笑。是什么传你我耳边轻声呢喃的话语，仿佛都在催促着我睡前不断祈祷，难以也想象着眼前还是蜃楼的幻影，饭在我面前，我却不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了以后才后悔莫及。如果让我再看到他，我会想告诉他我爱你。如果我非要加一个期限的话，我的期限是10000年。什么种子